刚刚我们是用自己拍的，对不对？可是难免会有需要插图啦，或者是一些免费的一些图片的资源。那你可以到我们任务里面，老师这边要准备一个免费的影像、影片素材的资源。各位应该知道那个就创用 CC 吧？应该都有嘛，学校应该都有宣导过。那么最简单的，如果你先暂时不特别过滤版权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用 Google 这两个关键字。哎，我们刚刚不是讲过这两个关键字，一个是向量，一个点阵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用这个方式也可以，我先找一下给你看哦。这个你连进来会连到我的部落格的这篇文章。好，那我先进到 Google 里面哦，我们找图，我们就在右手边这里找图。哎，各位，你想要找什么？比较喜欢狗还是比较喜欢猫？嗯，喜欢猫。哦，糟糕糟糕，请问哪一个？现在中午时间应该喜欢食物吧？好，负的，负的。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哇塞，这样全部都是照片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重点来了，你的关键字空一格 ，BNG， 你有没有觉得变干净一点？哦。有嘛齁，但是记得一件事情哦，这种是假的，骗人的。本来我们要找这种没有错，你们的上面看得到那个方格吗？缩图，如果那一张图片是透明的，缩图不会有这个好吗？所以你不要被他骗了。我找给你看，你看我点到这一张，这样才是正确的。有没有发现这上面是没有那个的？可是点进来有看到这个，我可以确定这是透明的。这样了解吗？如果对，点进来之后才看到才是正确的哦。缩图它不会有，这一张就是假的。嘿，你看我把它存下来。对，它就是抓画面的啦。好，抓画面，你看我把它储存下来。假设我放在下载里面好，我这一张我也试给你看。看起来好像很认真，对不对？另存，我们来看到底是意大利面比较厉害，还是那个？好，你看我找到这个资料夹中显示。好，现在这两个我都丢进来，一起丢进来。你应该知道真的跟假的差在哪里。一个人是一个人吃。而且我们刚刚找到这个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？请问有没有阴影？没有。啊？有黑黑的阴影哦，有阴影啊。因为这一张有半透明啊。你了解我们刚刚讲 PNG 不是可以带256色的那种程度的阴影吗？对对对对，所以他拿到我这台，这样有没有看得比较清楚了？对不对？好，好。所以说你在找图的时候，记得一件事情，不要被刚刚那个骗哦，不要被这个骗了。哎，这是第一种，对不对 ？PNG 是不是点阵图？如果你是 SVG 呢？你应该知道比较卡通的。有没有比较卡通一点？点进去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这样子你存下来，我就可以确定这个 P， 它既然 SVG 有没有？你就可以把它储存下来。那你储存下来之后呢？一样的，我们看一下。SVG，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面包它用什么软体开？对，因为现在的网页标准是什么 ？SVG、PNG 是不是都网页的标准？所以它直接用网页就可以开。但是你要编辑就很抱歉，编辑可能你就需要其他的那种向量的软体，比如像各位有听过的 Illustrator、Cordel 类似向量的软体才可以编。但是看的部分没有问题。因为它是标准，所以这个一样我们可以把它丢拉过来。好，但是呢 ATPN 的不支援 SVG， 你必须要做一个转档，做一个转换，把 SVG 转换成 PNG。 网络上有很多服务，我之前有部落格有写过了，只是没有特别那个。你看 SVG， 你就在会用关键字就很快嘛，图
PNG 吗？你知道工程师都很偷懒的吗？嗯。Two 要打两个。嗯。二就打一个。这样就有了，对不对？那很多线上服务就可以把你的 SVG 转换成 PNG， 那因为它本身就是带有透明的，所以你带有面包拿进去也是 OK 的。这样有了解的哈，因为有的软体有资源 SVG， 有的没有。我们 ATPN 的目前是没有资源。这样会找图了吗？假设你没有版权过滤的部分，你可以向上。当然 ，Google 也可以做一部分版权过滤在哪里，在这边。上面这里工具里面有没有使用权限可以过滤一下，对不对？工具里面也有，其实那个什么在颜色部分这里也有一个背景透明啊，透明背景你也可以用这种找到透明的图，不过这样找的方法我是发现我用直接用关键字找效果会比较好。好，所以你如果说有需要使用权限，你可以再怎么样非商业性用途可以用，比如说你只是做报告用的那还好，那当然有过滤得到的一定结果会比较少一点嘛。好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，哎，这些可能是比较 OK 的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先用第一种方法，你用关键字去找的。那么除了用关键字找以外，我们在这边其实呢，如果你希望拿这些图库更加方便，我有写一篇文章是在讲这件事情，就是你除了付费买图库用创用 CC 的，你还有12个，事实上现在不止12个、啊，很多，我只是挑我比较喜欢的几个出来跟各位分享而已。你点进来之后呢，还有一种叫 CC 0跟 PDM， 你们在看那个创用 CC 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过有这个没有哦？因为我们创用 CC 有4个图示嘛，这里是不是这4个图示？图示越少表示限制越少，但至少会有一个，就是要标示出处嘛。但是呢 ，CC 0跟 PDM 只要是人就可以用。如果你不是人，你可以不用没关系。哎，因为这里呢，我们看这里哈、哦、，PDM 就是所谓的人类共同资产，包括什么？比如说像万里长城、诗词。古典音乐，这些都已经超过著作权保护年代保护的那个时限，所以大家都可以用。所以古典音乐，像古典音乐没有所谓的著作权，但是有演奏权啊，因为他演奏的团体不一样嘛。但是他那个是不用给作者，不像我们流行歌，你要给那个作者那个就是版权啊。好，那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七七零是。虽然还在著作权保护的这个范围里面，但是呢，作者自愿放弃，还有你就拿去用，反正我也不要版权，就是自由的，所以这种的直接拿走就好，挥挥衣袖，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，你不用告诉他我从哪里来。好，那网络上呢，其实你可以找到，那首先第一个是有一个 CC 0的搜寻引擎。这是台湾的一个部落客利用 Google 的搜寻引擎特别指定这几个网站，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找。好，这里它就可以找这么多这些图库，那这些呢图库都是属于什么 CC 0的，也就是说你找了反正都是直接拿去用的。好，这是第一种方法。那第二种方法下面还有像 Flickr， 可能大家有听过吧，Flickr 是很多那个摄影爱好者喜欢的嘛，那它上面也有个类这两个类别 CC 0跟 PDM， 也就是说那些摄影爱好者他在上传的时候我就已经指定了，反正这个我喜欢拍而已，你要用就拿去用，他不是要赚钱为目的的，那你也可以在上面找到这两个分类。好，另外我们往下走，找一个有中文的这个，这个它上面你可以找三个东西，点阵图、向量图还有视讯，一样你可以用关键字找一下，比如说我要找 Nature， 好，很多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找到看你要哪一张，
你就把它点下去吧。右手边，因为这个中文各位在看比较容易，有没有发现这是西西里的授权，可以用作商业用途，不要告诉我你从哪里来。然后你就按下载吧，免费下载。他还很贴心哦，问你要多大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问一下各位，几百万像素是怎么算出来的？答案就在上面呢。大小。你数字相机几百万像素，就是这个啊，长乘以宽啊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其实如果你是1920×1080，大概是200万左右，好像207吧。哦，所以其实我们在电脑萤幕上面看的，老实讲是不用太大。但是你真正，比如说他们婚纱照那些要洗出来，有没有很大张的，40寸、50寸的，那就必须要一定要比较大张嘛。所以下面这个，这就1200万，4×3嘛，对不对？1200万的，你就可以洗很大张，印刷上也没问题。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那你确定好要哪一个，按下下载。他问你是不是机器人，一定不是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下载。你看有没有直接就下载，有没有问你的名字？没有嘛，哈，也不要你说，但是有的会有啦，哈，只是说这样是不是就方便很多？所以你要哪一张图，这些没有版权问题，你要用就比较容易用。安尼了解，好。那么另外呢，还有一种是人家已经具备好的，比较特殊的，我在这边有。我说如果你懒得，第六个，懒得具备，不好意思，因为现在有时候会上到大陆同学的，所以我要写一下抠图。因为大陆的不叫具备，叫抠图。哎，是，对对对，反正都一样啦，意思都一样。好，那你可以去找，因为有些。现在的免费图库也要越来越多样化，你有免费，我有免费，那就没什么差异性嘛。所以这里也有那种就是已经帮你去备好的。那不过呢，这种图库大部分呢、啊、就是非商业性使用可以。如果以各位平常做影片做报告，那个都还 OK， 不是盈利用的就比较没关系。好像这边我就介绍了好几个，有很多不一样的。那我。第一个我是蛮喜欢的啦，第一个这个是 3D 的，就它是模型，你可以自己挑你喜欢的角度再下载。对对对，不像说我们那拍的就固定那个角度，好，所以第一个是比较特殊，但是它下载的时候会有这样，因为你是没有付费的，所以有这个，你们这样看得到有那个小小的白线吗？嗯，有看到吗？有没有？但是还在可接受范围啊。了解意思哈，就是没有付费的，你可以还是一样可以下载，只是说会有这个线，总是让它做一点保护嘛。好，那另外呢，这个也很好用，我上面都有写是可以用的范围啦，因为我都有上去认真看过。好，那比如说像这个，我就还这个也不错。如果你比较喜欢欧美的这一块的话，哈，哎，来，我先把它。这一个往下往下，这个这里呢一样，你可以打关键字，也可以由下面这里挑选，有没有？像我们就很知道政治人物的嘛，哎，如果你要拿他们，有没有？他都把你分类好，有科学家的，对不对？也有政治人物的，点下去你就找看看要谁啊？没有看到最近那么红的，全世界最有 power 的那个男人嘛？因为他在第六页。这样有看到他的吗？点进去，也没有好多种。有发型。这样你知道了吗？如果你要这一个，记得哦，个人非商业用途都可以哦。好。你看右手边，来，有没有 license for personal use only？ 对，对不对？不能商业用途吧？但是没关系，你个人用途按下下载。
不要理他，因为你已经下载了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拿进来啦、啊。真的还假的？当然啦、啊。PNG 呢？你看，这样会了吧？自己去背是一种方法，但是不会的时候，你也会找资源嘛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今天不见得很有时间把教你怎么做那种去背的软体，可是至少你会找资源，是不是就比较简单？而且那么多给你找，除非那个照片是你自己拍，比如说你们自己拍大合照，那当然去背要靠自己，不然网络上去哪里找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是一般当插图用的啦，或者是一般的那个要做，就资源就很多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